来人，把他们押回去。蓝哥哥，如果我们能够逃出去，你还愿意陪我看星星、看月亮吗？那如果我俩能够逃出去，你愿意陪我从诗词歌赋聊到碧海蓝天吗？蓝哥哥。啊。我受不了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清楚。不过阿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当然是来救小姐你的了。看，这是我从扁鹊那里拿来的变大药水，你把这个喝了就能冲出牢房了。怎么感觉我变大了，又好像没变？阿伟，没想到你竟然这样对我！来人，把他们拿下！义父，你是不是忘记了我的存在了？看着！